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语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愿主祝福听他的话与行的人。以下时间交给您传道，传道所要讲的题目是与主连结，